好，这是宝库，下边铁罗汉，祖先我上山拜师傅的，学得新的武功夫，寺庙传家全身技艺，享有独门武器，这是三十六计的味道，刘秀关东。算是我多了帮助，多么武器能去帮助武王占领中原，如今镇守中山亚马孙苏德，身挂十三路先锋，武王要为我苏坤挂意收机轮，相人是比军夫妻，中央为武王打拼。分数最近的已经正式完婚，亚马孙一代天佑之手，为何今日武王虽给苏永东还无足杀风啊如苏同道啊披雷金鸡金鸡火鸡鸡翅罗连少八上去
Thank you.
会员杨过，这派没冲啊！
南川大中风，一跪天二跪地，三跪跪老母到老爸，也要跪你这个毒瘤师傅。被台北国油仔队，像你啊有个性吗？我就是有个性，你太客气了。你那是爱威信，我偏啊不爱宣传你。三军退下。是。这边沙场所在，你来过去，何为疲痛？你看，你讲叫我前做不爱谈伊。为什么？因为你是缘投我面顶着。缘投我面。是啊。我可是一阵缘投。哈，让人家一个娱乐。你今仔日暗晚来到厝内，目的是什么？是简单，大量外求心。我着眼观导航啊！是的。呼！是谁？哪有你？你阿哥，我也有条件。什么条件呢？你上厉害武器是什么？绿叶背刀。绿叶背刀。哪绿叶背刀？你上惊什么？上惊。当枪有够贵，那是半上贵刀，伊是无死功效。好，今仔日爱我拖你，我爱你亲身切害敌人不畏刀。出来，出来，老公，你在讲啥物？贵刀是我生死宝贝，我要来用这，啥物鬼开咯？我无解释。什么解释？伦理是这个官僚主理，何必偏要这样当？阿妈婆那万不离感情是何？万不离你用背刀来对付我，岂不是我儿童不离？不要紧，这件婚姻大事我无要紧，你若唔切爱，我就无娶你咯。好，我就要表示我对你信心，我把你答应你的要求。哪里你的走火我火地放火三分四的结婚我一定爱不所以我要你当天立誓，我当天立誓。
落讲，今仔日真算真硬要来娶你，道路未生，卡叔我嘛是发了你钱啊。所以呢，我就讲我落汤四十九十九分出。放心，你这是会当自由选择苏阳城，已经令咱所有兵马集结，也让我来去搜寻苏继伦。好，此事由你安排。分道扬镳。等下放假。